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无线电面室的那个使用方法。然后这个是发射器，这个是接收器，然后灯和控制器通电，通电以后，发射器插上电源。插电源的话，它会显示红色灯，也就是说它已经在供，已经有电，有电在通电了。然后接收器插上电，也是红色的一个指示灯。第二步就是先把那个发射器插上去。发射器插上去的话，它会一直闪红色。然后你看一下接收器，它会不会闪绿色？如果闪绿色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，它无线的一个信号在传输。然后后面插上这个灯具，然后开始调光。可以了，就这样。